第125篇上行之诗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永不动摇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，免得义人伸手作恶。耶和华，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，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，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。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